现在赛会的第十种子，两届冠军 Rafael Nadal。那在面对卢彦勋的那场比赛，今天有一个好的开始啊！进的选手哈。球为什么讲说金布朗如果表现好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哦？好的冠军，当然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打法也非常随性。又出怪。给纳达尔，这局呢都要发拿下。之后他当然还是快攻猛打。纳达尔的叔叔也是他的教练托尼纳达尔。哇哦，好球！哦，好球！三个破发点。耶，纳达尔！哇，连丢四分。温布顿他的发球的策略呢，当然会跟红土的发网优秀不同。哇，又来一个球啊！然后他回发球制胜球是92英里。这球进了，对，刚刚。掉短，当然他最高的世界排名呢，在3年前曾经是在50名之内。哇，又来一个！纳达尔的发球，又来一个！今天，哎，有点效果。再往前一个腾空的扣杀，就会外赛的选手。哇！这可能发球会出状况。是。Yeah, Nada。Nadal 顶了，不管发球或接发球。哇！哇！哎，这个可以媲美 Roger Federer。那么现在4-5。来不及了，哇！这球还被他预测中，而且 30-40。
就这个二发被 Brown 给预测中，而且外场强势的回击，他破了 Nadal。 那么在第一盘呢，他是以7-5率先的拿下第一盘。哇，今天 Nadal 真的是被 Nadal 出手。哇，拿掉 Game Brown。 哇 Dirty Love。 哦，拿掉今天，哇，回来啊，你看你看这个球，哦，这球呢，都要打了，哦，压线，好球，相当漂亮。又拼了一个球，是几英里，就是大概时速200公里的发球，他照样的很强势的回击回去啊！哇哦，那掉带出一球，哇！你第四轮输给了瑞典的 Robin Sundelin。那一年他在发网之前是有一些奖，没有像 Dustin Brown 这么样下手这么重。哦，漂亮！那终于回进了一个，哇，在空中拉拍，用双手，科技制裁的松紧裤。哇，又接了一个，他的速度。哇，他今天突然之间这，哇，纳达尔终于回进了一个，定会跟球童呢要回同样一个球。球，纳达尔呢？从你纳达尔，哇哦，反拍又打，啊，纳达尔在行命之间，结果还是坚持发球上网，被纳达尔给逮中，结果纳达尔。在第二盘破了对手两个发球局，进而以6-3抢下第二盘。哇！很聪明啊，拿到刚才的。Game 拿到。之后又掉段，哇，好球！连纳达尔都守不住的话，大概也没有人守得住了。好 ，Correction。哎，这个球应该是砸到中线。好球，你看较长的往前接击自然就不好防守了，不过我想前场还是比较需要注意。巴里刚刚那个球又甩出了时速127英里，Game Brown 这一局
好球。漂亮，这个。哇，刚刚反。哇，结果有发球的优势。哦，他的截击的技巧真的很好。哇哦 ，ace 哎 ，foul， 刚才那个 ace 球，真的没看过有人这样发球啊。好球，那到这一次短球，好像直线。又来了，那叫反拍，没有办法。刚才现场突然有人大大打了一个喷嚏啊！希望不是 Dustin 的球迷啊。哦，这小子，这小子，插了一个蛇环吗？蛇环，对，真的吗？嗯。球好球，你看，哇，现在又逼出，Brown 有65次的发球上网，成功43次，Nadal只有一次。哇，结果呢？已经晚上7点了，那这场比赛呢？15跟 Dustin Brown。大概那分也是拿不下来的。哇，好球，好球！他现在凶哦。好球！再拼一个。喂，天色已经晚了。好球！那这样呢是直落四球，很快来尝试拿下第三盘。哇！一上来又是一个。这个球还是接得很好。这球没有过网。Dustin Brown 呢，他抢下了第三盘，目前盘数形成2-1，领先了两届的冠军 Rafael Nadal。那么现在 ，Nadal 呢，在第四盘一开始是由他先来发球。今天在网前，他的2次上网成功41次，只有57%的上网成功率。但是因为他大量的上网，那到这次呢也敢来。刚刚在画面上，他的那个大背啊，其实是不粗的，很细啊。对，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？哦，好球哎！你看这个。31，而 Lucas Rosso 在2012年击败他，世界排名100。40 love， 哇，根本。又是被逼出了。
机会的。哇，这个双手不是他爸爸，是 Dennis Brown， 是另外一个牙买加呢，也是雷鬼乐的歌手。哇，单手，但还好这球呢，今年虽然多休息了一周，在空中，那到了反拍基本上没有什么还手的力道，好球，对，真快的感觉哈，嗯哼，真的实在是太清澈了，哎，有，挑战失败了，哇，又是一个。中间十足下两个发球局之隔，哇，好像真的拿掉还没找到解放呢，40-15 game round， 没有机会耶，没有机会，结果这个球拿掉，哦，这个球在界内啊，就刚，哇，拿掉用一个 A。厉害厉害，这个漂亮的一发的话就有机会了，结果是一个再见带切的一球， Dustin Brown， 这是他生涯呢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场胜利，他击败了14届的大赛冠军，也是2届的温布顿冠军得主Rafael Nadal， 我们看到他把这个左腹部啊，这个 Dennis Brown 的这个刺青给秀出来，给大家看看啊。